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美官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四月二十六号的婚礼新闻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来甲落水溪烟花调解红背山工地的效果，立委刘建国和县长张丽仙嘛，向苏院长来提出地层下陷以及各校教室改善空气问题。针对着这个提及，苏院长当场指示地层下陷比较红背山的地理成立平台，中央会全力来配合改善。而新丰循环系统今年有三个乡镇的各小的来安装，效果若是好，将会扩大办理，希望各民众安心生活。已经看到具体成果的浊水溪扬尘处理。瓜铁红背山一直是落水溪烟花居民上头疼的问题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南下来到西里，了解红背山改善的效果。除了各单位报告目前应对的做法，县长张丽仙也来说明目前红背山改善的方向。透过这个造林植树了哈啊植批了哈，来增加绿覆盖的部分哈，在我们浊水溪的出海口哈，那边呢特别有一个非常高的高滩地哦，就在这个200公顷的高滩地呢上面哈啊来植栽哈马鞍藤了哈，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今年的啊当把季风来临进检哈，为了当进检研究扬尘的这个问题，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免于忧患啊，生活品质能够提升。红背山带给民众困扰，地层下陷更是需要长期观察和控制的问题。立委刘建国也伫现场向议长提出建议，希望中央会当和地方互相配合，赶紧解决继续下陷的状况。惠灵关的地层下陷现在最严重的，拄啊水利署嘛有予议长看一个数据吼，一百公顷658平方公里，这等于两个半的台北市面积大吼，甲一百公顷一个296平方公里，等于。连绵是两个半的台北市面积大，啊，连绵是一个半的台北市面积大，这在在讲起来，对于云林啊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啊，较危险，啊，对高铁行驶更加造成这个足大威胁。不管是红背山，还是地层下陷，拢是云林县目前所面临会影响民众生活的状况。所以，就表示中央将会和地方共同努力，或者问题为源头来防范和改善。答应大家，才是就。地层下陷成立平台，全部部位通通动起来，也请吴泽成政委负责主政，相关部位全部也是作为一个平台，我们要拿出办法来，而且积极管制，这个管制要相当有效力。民众的身体健康、生活安全便利，拢是政府关心和积极协助的重点。透过跨部会的平台，加上地方的建议以及帮忙，虽然无法度马上解读状况，但是一步一步的改善，相信民众会感受到。记者彭祖基采访报道。